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19集。我们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做传承系列第二波 Deluxe Class 里头其中一款 Knockout 啊 KO 啊，也可以叫它击倒。那么这是四个玩具 Deluxe 等级呢，我今天都到手了啊。那我先挑这一款出来做啊，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领袖之证这一款作品的。然后先前领袖之证时代的话呢，一样是有 Deluxe Class 的击倒，但是素质的话呢，各位也看到了啊，把玩起来有点乐趣，但实际上巨大的一个空洞啊，还有一些就是整个皮包骨的一个造型，完全没有能够将动画片里头它帅气的样子呢展现出来。那么这一次的话呢，感觉我稍微好一点，但是如果你要以领袖之证里头的玩具的人物的造型去比对的话呢，这一款其实还是相差非常的多的。但是遗产系列或者传承系列，它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重启的系列，或者是一个多元宇宙。Anyway， 我就不用领袖之证里头的那个形象去要求它做的那么像了啊。最大的改变就是后面多了一个巨大的背包。当时我做这款玩具的时候呢，我说啊，不要说背包了，连肉都没有了还背包，对不对？连背都没了还背包。那么这一款的话呢，则是有巨大的这个不可避免的巨大背包。而在盒子里头拿出来的时候呢，它是整片是整个叠在后面的，你要稍作折叠。那么折叠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有两个小缺口在这里，这里有两个小缺口啊，我们这两块凸要卡进这两个小缺口里头，它其实还是没办法完全能够卡住，它基本上它还是松的，但这样子的话呢，勉强能够维持住它一个90度的造型。那么空洞的话呢，一样有的，后面小腿后方是暴露的，但是是黑色的脚，还是掩盖不了了啊！我本来想着黑色可以稍微遮一下啊，但是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然后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脚的这个部分呢，它是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卡，这里卡住的。那这样子，盒子里拿出来是这样。那我们实际上呢，去啊看到说明书之后呢，把往后稍微推一下，而且推这一下之后的话呢，它的这个接地了，这个关节呢才能够产生作用。如果你不把它推到后面的话呢，它是无法做动的。那可动的话呢，也是蛮标准的一个 Deluxe Class 的等级啊。拳头不能转之外，大概你能想象到的腰转啊、侧踢啊、膝盖啊，大概都是可以动的。头的话呢，也是一个球形关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它首先的话呢，武器好了，它的武器这个枪形态呢啊，其实这样子看好像刚好，其实它这个枪不是握住这里，它是握住旁边啊。但是没有办法直接握住这个地方是做不到的，只能够侧借位来握。那么这个武器的话呢，摆好角度的话呢还算好看，上方有个透明部件。那么说明书另外一种展示方法是扣在后面，但扣在后面绝对是蠢到爆啊，这背包这么大你还背了一个枪在后面，完全不好看。那么它也呢是从这个地方可以把它给打开。那么打开啊，组合的话，它这个是没有卡扣的，完全是靠松紧度啊，靠感情去组合在一起啊。如果没有感情的话呢，就因为毕竟在一起一定会摩擦，摩擦久了就没感情了，没感情就松了，就分开了啊。那么它也是可以用变成是一个枪。那么这个部件的话，你可以按在侧边啊，把它变成是一把更大的枪，重型兵器。那其实我觉得它最好看的一个形态呢，还是呢把它变成盾牌啊，一类变形成盾牌。或者是也是全臂一类的武器啊，这样也行啊。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是最适合它的一个造型。那么玩具本身的话呢啊，这个地方啊，这个以做工来讲的话，我这一款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这个可能是设计的关系啊，它完全就没有设计可以让你卡的，比较让人觉得蛋疼。那这个背包我相信很多人可能是不能接受的。那胸型的话，这一代的涂装看上去还不赖，面雕。可以说是已经是不像领证里头的样子，但是我还是提了，我就不用领袖之证里头的卡通里头的样子啊去对比它的一个到底好或不好。那这款玩具我个人觉得算中规中矩，它身上的红色也是有一点哑光的感觉，看上去质感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啊。如果说不是背包这么巨大的话呢，其实这款玩具做的还算可以。那我们就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首先的话呢，这个脚的话，这个地方要记得把它推回来。推回来的情况下呢，把后面这块部件呢直接往前面推过来。它需要用一点塑胶的韧性啊，才能够把它给抬过来，给卡进去，然后斜肩往下放就可以了。那么这边也是一样的，这个地方要抵过来，抵住这个地方，卡扣把它给扣回来，卡扣把它给扣回来，这个地方扣回来，然后这个斜肩
往下压就行了。然后这个腿的话呢，就是自动的缩短，这样往上，就大小腿包大腿的一个方式，缩起来就可以了，脚就可以合并完成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里是红色这个地方这两个凹槽是要扣这黑色的凸，扣进去之后的话呢，我们把它整个先给打正。然后后方的部件呢，你可以先考虑的把它里头的部件呢，通通都给翻出来，都是靠着双动关节，把它整个往上翻。这两个门板的话呢，尽量往上翻就行了。那它的话呢，这里还是有一个啊双动关节，记得把它整个推到后方去。那我们先把头给缩进去啊，头的话呢就比较简单啊，就直接往这里翻转就行了。那这个空洞怎么办呢？在前方这里有个部件，好，把它扣进去。再来就是呢，这个玩具呢变形，唯一呢你需要提醒一下，就这个腰部这个部件啊，翻转过去，如果不翻转过去的话呢，手臂的话呢将无法完全的合上。那我们可以先把后面这个地方给扣上去了，它的一个组合卡扣在这里啊，这里有两个黑色的凸啊，对，这里有两个透明的凹，我们可以先把它给扣上，这样车形态的话就更加的完整。然后呢，这个部件往上面提一下，那这个手臂就很简单了嘛，轮胎的话这个在内侧翻折进来就行了。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有个凸，待会给他们做结合就行了啊，印第安人总是要跟印第安人在一起的，这个就美式一装。好，这样子，然后再把它给扣上去。那扣上去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记得啊，这里其实也有一个地方要组合的啊，别只顾着眼前的凸跟凹的结合，你也要考虑一下旁边有没有妨碍到其他人啊。好啦，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整个这个 Nagao 的一个变形过程就算完成了。然后我们先试一下它的滚动性吧，滚动性的话呢算普通啊，以没有打铆钉的车辆来说，这个算是正常的。那这个武器的话呢，你就随便你怎么扣了，扣上面也行，那这个就扣两侧，你要扣两侧，我觉得扣两侧好过你直接插上面了上面就是插上去就是这样，然后甚至你武器可以再组合上去，反正各种蠢啊，我们就暂时不考虑上面的一个方法啊，我们直接看这个车型就可以了。它的车头其实很漂亮啊，这里这个线条啊还有银漆算得上是好看的。那因为本身红色的话呢是有一个消光，但是有一些色差，你看了变成车型之后就看得出来了。那挡风玻璃都是茶色或者是叫灰色啊，茶色跟灰色差很多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些人说它是茶色，我只好跟着说一下。那你可以看到其实它这个车头其实也是透明部件，然后上了这个漆之后，所以这个透明件在上漆，质感的话呢会视觉上的质感会更好的。然后跟其他这跟这个临阵时期的这个玩具一样，侧边都有这个红色，就其实我们当时都以为是刮痕，但是这个目前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效果线还是怎么样。那么言而总之呢，总而言之呢，这款玩具的话呢不要用它来想要来满足你对领袖之证那个没有出的很好的 Nagao 的那个期待，不要，你还不如期待阿帕奇好了。那作为一个，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个重启的宇宙来讲的话呢，这款玩具倒也是中规中矩吧没有特别大的毛病，除了手腕的内侧小腿后方有空洞之外，其他倒没什么多大的问题，车型倒是表现得很不赖。那就利用这一集呢给各位做一个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